信也还。对，电话，你等等我，我帮你叫救护车。没有不喜欢你啊，为什么我要对自己这么狠心？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为什么还要一直逼我？我啊，其实生病了，是忧郁症的。自从小六时爸爸妈妈离婚后，爸爸就不停地在我身上发泄，打我。国中的时候，我被霸凌了整整3年，是因为我总是一个人。那时候，我好希望有人能来帮我一把。直到7年前遇见了你，你却不知道，那才是我们的第一次相遇。难道我当初救的那个人是你？是啊。和你在一起后，为了你，我去看医生、吃药、做治疗，一直试着保持乐观，却忍不住去想你总有一天会不要我。明明不管吃什么都会吐出来，却还是骗你我在减肥。可是我真的好害怕，你知道我有病后会觉得我让你丢脸，都是我害的，都是我。我不要啊！你确定？为什么都没有人要帮我？我杀人了，我杀了他。